为什么会开始运动吗？我们有一年在葡萄牙拍 MV 嘛，然后那时候因为男主角是怀秋，然后怀秋很壮嘛，然后 MV 他就一直脱上衣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露哪里都不好看的关系，就其实也想脱，就是你说叫我盖棉被，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就怀秋在脱的时候，然后你把棉被盖起来了，他叫我盖棉被，我是不能看，你是偶像女歌手吗？然后拍完的时候，因为阿达那时候也有去嘛，然后伯恩就直接跟我说，喂，那个我真的觉得。你要不要考虑练一下？这样，你练一下。我有什么资格对你说这种话？真的，然后我就练了。哇！我觉得演唱会应该要有抽奖环节，就抽到上来可以摸一下。你是我这辈子看过最重视李伯恩讲话的人。没有了，谢谢。没有人记得他说什么，所以我应该要感动，因为平常你也都不理我。无法抗拒。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勇敢，勇敢就是在你真的最害怕的时候，你们就是我的勇敢啦，简单说，发生很多事，或好或坏，谢谢你们一直都在，我都看见你们对我的好，然后我也很有自信的说，这15年我很努力。